好，这里是看过的也吃过，我是张茜茜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烤羊排，开火，我先放三个吧。哇，太多了，我怕又给我禁了。这个平菇真的很好吃，这个真的不多的，因为只是烤盘大，显得多啊。哇，不多的自然。椒盐，就问你们馋不馋？哎呦我的天呐，这个蘑菇的水已经出来了，去羊油里面翻滚一下。哦，一顿烧操作以后熟了，但是烫了，我要再晾一会儿，先让它凉着。我准备了酸辣粉。哇，好吃。哎，我有时候觉得外面买的这种酸辣粉比饭馆里面酸辣粉很香。吃羊排，这里是瘦的，这里是肥的，我很爱吃这种肥的地方的，就可香可香了。眼睛一闭，拇指一立，好吃。那个肥肉，有没有爱吃肥肉的？特别是这种烤过以后的肥肉，太香了，好香哦。好吃。太歹了。有没有闻到香味？隔着屏幕，羊排的味道。得劲儿。我以前就认为新疆的羊肉最好吃，最好吃的，哪里的羊肉都不如新疆的羊肉。其实这一吃，也挺好吃的，也不膻，也不膻。但是我只能吃这种烤的，我在新疆也不吃那种清炖的羊肉，吃不来。太哇塞了吧！弹幕一起跟我发个赛，哇塞！再来一个。太香了。你们老是说我吃饭吃的急，你们从小没有被这种吃饭支配过吗？谁吃到最后谁洗碗。那我能洗碗吗？不能够，洗忘了。肉筋，这肉肠不知道烤熟没有。这差意思，不焦不香。那好吃。这个蘑菇是我的新宠，这个蘑菇这样烤的太好吃了。看里面的水，能不能看到里面的汤汁？太鲜了。太鲜了。有没有爱吃这种圆菇的？我以前觉得它别夸大，吃了两次以后真的好香，好鲜哦。
我们再烤一波，做一个小碗。整了一碗鸡蛋羹，烙了一根肠，摊了一个饼，整俩羊排。它太烫了，我们继续嗦粉。我的肠熟了，我这边居然烤糊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看我的饼。有时候不得不佩服我，真的是个天才婆娘。我看有的人不是从杭州点长沙的茶颜悦色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请问，我也好想喝那个玩意儿，我好想喝那个东西啊！有没有攻略？快教我一下。嗯，贴牙齿。一口蒜，一口肉，这皮夹子有点辣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，我一下期或者下期给你们专门挑个视频，然后读一期评论，好不好？有问不一定答案啊。像那种你开什么车啊，你爸开什么车啊，你妈开什么车啊，你们家有多少钱啊，这种问题就不要问了啊，庸俗，太俗了。调了一碗酱，这种酱各种的辣椒混杂在了一起，还有香油啊、醋啊、酱啊，是不是就可以蘸我这个饼吃了？哇，醋放多了，真难吃，失败了。蘸点辣椒面应该还不错。这个是我在德克士买的蒜红吧。里面有电了，让我换一个电池。羊排子，这今天的第四个羊排吧，这羊排真好小。咋的了，小老弟？这烤老了，那还是好香的。这几个没有一个能比得过羊排。羊排太优秀了。在吗？为什么不给我回消息啊？感觉我们的关系都变淡了呢。这是我新学的段子。我要开火把这鸡蛋弄熟，现在没熟。
太香了。这个是刚刚灌的那个蛋，让我尝尝试试。咱们奇妙的口味呀，有点怪怪的呀。只是放这个酸黄瓜上面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刚给我这烫了个好疼啊，烫个泡。一不灵个愣，一不灵个愣，这什么神奇的吃法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好好吃啊。是奇妙体验的一天呢。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翻个白眼吗？我边吃我边在脑补你们给我的评论，我自己在想，那该怎么样呢？什么呀？我说的什么呀？这个辣椒是个肉辣椒，一点都不辣，而且有香甜的味道。哎妈呀，又差点烫着我。红了，完了，起泡。哼，得了，那啥呢？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耳钉呢。那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别忘记给上扣个币啊，点个赞呢，加个弹幕什么的呀。拜拜，点个赞呐，拜拜。